不急不慌不害怕，来，我们来试看看，可不可以一波把它灌走、哦？注意看喽、哦，注意看喽、哦，四颗！啊，左边小刀啦，左边小刀啦，操！号称神魔界最会控天将的是谁啊？好了，不要说是自己啊，别更小就细啊，干！来，你有想过个底子将啊？哎、欸，哦，拜托，卖个将啊、哦！还有没有切开？No！ 我干！不是第二关我知道可以洗，可是第一关洗会比较好。对了，阿林老师，阿林老师，你也更加超过啊，无要紧哈。请记得、哦、这个把它吸起来哦，关键关键，有看到就赚到哦，没看到就是哎、欸、要看 VOD 哦。啊，再存起来哦，希腊不会被鬼啦。阿、啊、呼，这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叠珠啊，这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叠珠啊。刚才撸了一只嘛死啊。靠背啊，火嘎仔，火胖啊，看还是弄到了。嗯，其他就是声音听起来舒服啊，不要看画面就觉得舒服。怎么了？哦，舒服舒服。哦，一吸变十九吸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如果看过之前两吸变十七的教学，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手消随机指定康宝盾哦，靠！我在靠什么？因为那个新珠的关系啊，我新珠要一次全消啊，现在卡了一个新珠那边就很奇葩了。不要开音机。开宙斯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提醒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看不出来很多哎，这样下来就三 combo 哎，三 combo。要四康博，大家反应不错、哦。今天天降变给力，第四关哦，隐身盾攻后锁击四啊哈。
左边那四个是我要留下来的。留下来哦。圆托下面那四个是我留下来的哦。这样总该可以留了吧。我们在那边招一兜鱼。这关入侵隐藏持续的话，光珠够多就可以不用那个了，主要是这样来的。看落珠的量哦，不妙就开下去吧。我看起来是有点不妙了，所以开了。掉掉掉掉掉！你有没有看到攻击力算的刚刚好？看到多少强化珠了没有？啊，这次真伤他绝对不会缺席哦。圆托，吃我的一吸啊！他斩不斩没有？他斩不斩没有？刚刚听说十二吸还是三吸就过了哦，刚刚是这么听说的哦。谢谢你。谢谢你，钱夫人，谢谢你。Money, mon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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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ey。附加消除我在。关键关卡来了，到底是否要开这只呢？到底要开还是不开呢？我个人认为是可以不用开。再来一个星，哦靠北啊，不给星也没屁用啊。真笑欸。不是，他再给我一颗星我就搞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这样弄就对了哦，你要怂哦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今天怎么可以裸子嘞？不要！灵念之印强，龙科脉动个亏嘞！二十一 combo 就够了，谢谢。Thank you,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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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有没有贪心？有没有三颗星比较保险？不然有没有？控制一回合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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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哦，双重保险，因为我可以控场一回合，我龙哥可以控场一回合 ，OK 哦，这样 OK 哦，哦，基本上不要像我意外那么多，应该是可以很顺的，发现意外还蛮多，好吧，破图。